的朋友，你们好，又到了我们在线上崇拜的时间了，你们预备好了吗？我们在灵里就看到每一个小朋友现在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，我们要歌颂主的恩典，我们一起来拍掌哦。等美好比海深，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，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
学校，领到我们的国家，主啊，我们的心渴慕你，我们的心爱慕你。是的，谢谢你，因为我们就是要在你的枝子，在你的葡萄树里。你就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要在你的里面领受你那丰盛的爱。你是
圣灵，并且我们的心渴慕仰望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小朋友，好不好，这时刻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，让我们无论是在电视机前，在手机前的每一个小朋友，我们都跟天父爸爸说，是的，天父爸爸，我们爱你，是的，耶稣，我渴慕你。耶稣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请到我的生命，你是我唯一所求，让我心单单渴慕你。我们再一次的说，耶稣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请到我的生命，你是我唯一所求。心满意，
小朋友你们好吗？我们在这里非常的想念你们，相信所有 GS Star Kid 的老师还有哥哥姐姐们都非常非常想念我们的小朋友。那刚刚过去的星期一，我们国家的首相呢宣布，在马来西亚呢，从3月18号开始一直到3月31号呢，我们的国家有这个限制行动，就是呢小朋友们呢都不可以去哪里，就是所有的人，其实不是小朋友，也是所有的人都不可以随便的出去。所以小朋友你们要在家里坐住，乖乖待在家，要好好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因为呢这样子呢可以拦阻，就是防止这个的 COVID-19 病毒继续的扩散。那我们就要在家是一个保护自己的行动，也是保护家人的行动哦。哇，网上崇拜的孩子们你们真棒，即使你们没有来到 GS Star Kids， 但是你们仍然渴慕敬拜神。那为了帮助你们可以更投入的在网上崇拜，你们要注意以下的 do and don'ts 哦。
们定时定点在网上见哦。南岳小学方将会延迟开课，直到另行通知为止。凡九到十二岁的小朋友，你们仍然可以报名这个南岳小学房。想要得到这个的报名表格，你们可以向儿童教会的童工索取。哎呀，没有去 GS Star Kid 拿不到 coupon 呢。小朋友不要担心，只要你们乖乖的守着这个 GS Star Kid 网上的崇拜，回到这里的时候，老师会向你们发问问题，如果你们可以回答，老师一样会发 coupon 给你们。另外，如果你们在家很乖的有守着这个的崇拜的话呢，爸爸妈妈会报告给我们听，我们收到这个报告，知道你们在家很乖崇拜的时候呢，老师一样会发 coupon 给你们。Hello， 小朋友，很开心这个星期又可以跟大家见面。上个星期呢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以斯帖的布道会啊？在当中呢，有以斯帖的话剧。在这个话剧里面，我们讲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反败为胜。我想问大家，我小朋友，请问你们在这个星期你们有什么见证是你们反败为胜的见证？你可以跟你的父母分享，然后叫你父母可以告诉老师们哦。今天我想问小朋友，请问在我们当中有小朋友曾经写过信的可以举手吗？老师看到你的哦。怎么写信呢？写信就是用笔用纸写信，然后把那一封信送出去。今天老师要讲一个作者，他的名叫做保罗。保罗呢，他很爱很爱帖撒罗尼迦教会，他写信给他们。在当中，老师要跟你们介绍一下谁是帖撒罗尼迦教会。帖撒罗尼迦曾经他们是一个非信徒，他们是拜偶像的，他们是拜希腊的，他们有很多的多神论文化。可是今天在大部分的一些已经相信了耶稣，而且他们是知道唯有透过耶稣透过神得着救恩。可是因着他们相信耶稣，他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逼迫，所以保罗就开始很担心他们，他就写信给他们说，我们来一起看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三节，我们来看看保罗写什么给他们。我们一起来读。弟兄们，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，这本是合一的，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，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。为什么在这里保罗是用问安和感谢进入呢？其实感谢是很重要的。平平姐姐也要教大家，我们要常常感谢。在这里他讲到信心额外增长。平平姐姐今天的第一点就是有信心有爱心。什么是信心呢？来想一想，什么是信心？信心就是当你还没有看到之前，你已经先相信。在这个以斯帖话剧当中，平姐姐也是学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，就是信心。我两个月前呢，我就在中国买了一批的货，时间大概倒数三天了，可是我的货还没有到，开始紧张了，开始有自己的思想，我应该怎样去处理，我应该怎样去办，我应该怎样去找这些东西。可是当下我想，为什么我不要对神更多的信心？我就开始安静我自己，我跟神说，神，我相信你的应许，我相信这个以斯帖话剧是神你要我们去做的，我相信这些货物可以到，真的是神真好。再倒数两天，我的货物就从中国一批一批的运过来，神真的是一个好神。在这个世上，我学习怎么样完全的投靠神，而且相信神是如此的美。今天孩子们，你们信吗？你们信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？信的话，我们最重要要有加上爱。什么是爱呢？可能平常我们说我爱你，妈妈我爱你，爸爸我爱你，可是这一份的爱够大吗？今天在圣经里面讲到的爱是 agape 的爱。什么是 agape 的爱？我们今天等一下有一个 很短的 demo， 我们一起来观赏。什么是爱呢？平平姐姐告诉你们，我们人的爱呢，就好像这一个桶，这是人的爱。今天我请来了一个助手，他就是安哥明瑟，来，我们掌声欢迎欢迎他，欢迎。
然后今天呢，我们请安哥宾森呢，他就要把他的爱传递给别人的话，他就要开始从这个地方拿水传去给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。来，请。他很爱他，很爱 A 人，很爱他爸爸妈妈，然后他也很爱他的朋友们。可是他把那个爱传递给他们的时候，他就发现到，哎，原来他的水不够了哦，因为他的水呢，在里面的爱 content 只是很少罢了。所以我们其实当我们缺少爱的时候，或者我们遇到一些很难去让我们爱的朋友们的时候，很难爱的人的时候，我们要怎样？我们要跟神求更多的爱，好吧？我们来看这一边，这个就是神的爱。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，你可以看到那个对比吗？人的爱是有限的，可是当我们跟神求从神而来的爱的时候，安哥宾森可以继续把爱传递给他所要传给人。他不只是可以传给他的家人、他的朋友，他甚至可以透过荧幕来传给大家。今天我要告诉你们，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，我们要学习如何去爱我们的身边的人。平平姐姐很爱你们，牧师也很爱你们。我们这三个礼拜我们在家里崇拜的时候，都是因为牧师所下的决定。透过这个决定，我们要减少我们对人跟人的接触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不要大家中 COVID-19， 因为我们很爱大家。在幕后你们知道吗？其实每一次我们的录影都有一团的 media 团队，他们可能要帮我们简介，简介到晚上，可能他们没有睡觉，为了要什么？为了要让我们可以继续崇拜，好不好？在这个时刻，你掌声鼓励鼓励，大大声给我们的 media 团队，还有给我们的牧师团队。而且在这个时刻，马来西亚已经说14天不能够离开家里，要在家。可是牧师他还是一样带着同工团队。还有 staring 同工团队在家，可是 staring 呢，我们的牧师们呢，他们一样照常的要录制晨祷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爱我们。今天老师要告诉你们，不管在什么问题里面，不管在什么困难里面，我们还是要学习爱。什么是困难？你会想什么是难？什么是问题？什么是挫折？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看看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1:4，即使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，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困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。在这里是困难中，困难中要生忍耐。什么是困难呢？你爸爸妈妈是不是早上七早八早就是去排队，就是去买菜买鸡肉，因为说要封城了，因为说要 lockdown 了。其实这个 restricted movement 的 order 一出来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人都在很慌张很害怕。老师有几张照片可以给你们看，其实有些人连鸡蛋面包都买不到，米都买不到。其实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在的问题，现在的困难。可是老师要告诉你们，14天在家会过去吗？你会觉得很闷吗？你会觉得好像很无奈吗？其实 COVID-19 这个病情是会过去的。这个病情过去的时候，神要我们学一样东西，就是学习忍耐。你会不会觉得我在家好像3-4天了，很闷哦？怎么可以这样闷哦？我都要开始长 mushroom 出来了哦。可是已经告诉你们，其实你们可以做什么？你们可以把爱传递给你的父母。怎么样把爱传递给你父母呢？就是可以帮父母做家务啊，扫地啊，拔草啊，帮爸爸妈妈煮饭啊，甚至你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聊天啊。不只是这样，你还可以把这一份的爱传出去给你的朋友。怎么传呢？我们儿童教会有儿童教会的 channel， 有儿童教会的 link， 你可以把这个 link share 给你的朋友，甚至上个礼拜以斯帖的布道会也是可以把它 share 给他们。你就是可以把这份的爱传递给他们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拿起你们的手机，如果你有手机的话，如果你们没有手机没有关系，你叫爸爸妈妈可以把这些的 link share 给你的亲戚朋友，让他们一起跟我们一起崇拜，让他一起能够认识耶稣。因为我们在困难中，这个事情过去了过后，我们学习到一样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忍耐。当我们有很多爆满的信心的时候，最重要是有爱，爱里过后我们就会生忍耐，在困难中生忍耐。为什么我们要生忍耐呢？因为神一定会奖赏我们的，神一定会称赞我们的，就像保罗称赞他的教会一样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说，我们不只是可以这样子把爱传递给他们，我们可以用行动的去做给他们看。
JSRK， 我想要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得神的称赞。我们要怎样能够得神的称赞呢？其实我们只要做一样的事情，就是对神的信心不间断，要有很大的爱。当经过这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是超乎万能的神，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是能够帮助我们脱离困难的，好不好？在这个时刻，你牵起你的旁边你爸爸妈妈的手，还有你姐姐弟弟的手，你来牵着他，老师要来做一个祝福祷告。如果你是有小小的惧怕、慌张或者不知如何去做的话，老师要祝福你，今天当你听完这一篇的道的时候，你会开始有生命很大的突破，而且你要把这份的爱传去给你的朋友还有你的亲戚们，好不好？小朋友站起来了过后，我们把眼睛闭上，牵起你的隔壁的人手，老师要来为你们祝福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爱我的小朋友，你爱我们。主耶稣，我们知道今天的困难不是永远的，当这个疫情过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一天比一天的增长，因为神你对我们的爱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爱。我们要度过这个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神忍耐，因为神你是爱我们的神。今天 GSRK 的小朋友还有电视前面的小朋友们都要得着这一份从神而来的爱，因为当我们结束了这个病情的过后，我们就生忍耐，而且神要大大的来奖赏我们，大大来称赞我们，你们做得很棒。感谢你主耶稣，求你祝福我们的小朋友和他的家人。感谢你主耶稣，奉主耶稣名祷告，我们一起说阿们，好不好？你跟你隔壁说，你说你很棒。小朋友大家好，今天又到了我们阿爸厨房的时候，今天我们家的厨房来了一位帮手，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，我们来欢迎 Uncle Vincent。 耶、yeah! 今天 Uncle Vincent 和 Andy Sherry 我们在阿爸的厨房，我们要教大家一道亲子的食谱。那为什么今天安迪雪人会想要教大家一道亲子的食谱呢？因为最近大家都在家里嘛，对不对？爸爸妈妈也没有去上班，所以大家很多时间在家，然后在家很闷哦。那我们又可以做一些什么呢？所以安迪雪人就为大家预备了一个今天我们要一起动手做的食谱，它就是披萨。首先安迪雪人要向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要用到的材料，这个就是那个披萨的饼皮。那我今天用的呢是这一个 wrap。 那如果是说你要用 pita bread 也可以，或者是你要用你家里吃剩的面包都可以。然后配料呢，我今天用的就是 cherry tomato， 你也可以放任何你喜欢吃的新鲜的蔬菜。还有我今天用的是鸡肉，这个是我之前我已经是煮好了的，我只是放很简单的黑胡椒，一点点的garlic， 还有那个basil， 我就是这样子炒，然后放一点盐，这个就是那个鸡肉的配料。那我的 pasta sauce 呢，我就是用这个牌子的。然后这个披萨呢，上面呢，我一共用了两种的cheese， 这个呢就是 cheddar cheese，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 cheese， 这个就是 mozzarella cheese。 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动手做。首先我们先拿一块饼皮，然后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我们就先擦这个 pasta sauce。 我们在这个饼皮那边呢，我们从外面我们大概留有半寸的空间，所以当我们的 cheese 在融的时候呢，它就不会漏出去。所以我们大概是放三到四汤匙的这个 pasta
pasta sauce， OK， 放好了过后呢，我们就要放这个 cherry 的 tomato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小朋友可以动手做的时候了。把你们自己平常喜欢吃的蔬菜，比如说 broccoli 啊，或者是玉米啊，那种，还有 pepperoni 啊 ，sausage 啊，都可以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放这个鸡肉，就是随你的心，你的意思，你要放多少都可以放。OK， 我就这样子放。如果你喜欢吃肉的，你要用牛肉、羊肉，什么都可以。这个配料是很 up to 你们的，你们喜欢吃什么都可以，把你喜欢吃的东西都放上去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我就要请安克文森来帮我把这个 cheese 呢撒在上面。最重要，我小朋友在还没有动手做之前呢，一定要洗手。OK， cheese 可以放多一点。Uncle Vincent, cheese can put a little bit more. Okay? Yeah, children love cheese. Still not enough. You can put more cheese. 我知道你们很喜欢吃 cheese, 所以呢，我就放多多的 cheese 给你们。特别是那个 cheese 融了过后，那个味道很香很香的。Okay, 好，这样子呢，这个已经是这样子了。我们就会放进预热的烤箱180度烤大概5分钟，5分钟后我们见。小朋友，5分钟很快就过去了，噠噠，我们的披萨已经烤好了，很香很香。所以小朋友，趁着大家都在家的里面，我们跟爸爸妈妈，我们可以一起动手做这个披萨，非常的简单，材料也很简单，也用这个做披萨的时间呢，我们可以大家促进家亲子的关系。我们今天的阿爸厨房的披萨已经完成了，拜。